做光剑只是因为说我必须靠光剑的收入来维持我的生活之外，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。我给自己的使命是，我希望能够在台湾好好推广星际大战这一块。因为在我大学的时候，全校1000多个学生里面，只有我一个星战迷。我挂把光剑在腰上，人家问我你为什么挂电击棒在腰上？因为每一把作品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从零件开始都是我一手一块一块把它做起来的，所以它对我而言真的是很私密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它真的是你花了很多心血这种东西，然后我只想给真的很喜欢的人拥有。所以要跟我定制我的作品的时候，你要经过我的审核，